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白加道富人区，这是白加道37号吧？恒隆园集团董事长赖海明2018年花了30亿买下的山顶白加道37号的地皮啊，并且于2020年呢获批了啊，建一座6层高的物业啊，在3层车库之上啊，共有12个单位住宅楼，面积呢24,892平方尺。这栋豪宅修建好了，不管是卖出去还是自己家住啊，都是赚的啊，都是赚的。香港寸土寸金的房子呢，基本上都是涨价的。这个豪宅呢，被一个富商买下来了，花了30多个亿买下来的。你看现在又重新修建起来了，修建起了几栋大楼，然后现在正在围着呢，围着正在装修中。现在全部围在一起，围起来装修，里面正在装修，大装修。隔壁呢是李兆基家的豪宅，李兆基家的，都装扮上了，圣诞节了。隔壁邻居呢是李兆基家的啊，所以呢这12套单位如果卖的话，每套至少要6个亿以上啦。买地皮的费用和修建的各种费用都是比较贵的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